完了一下手机，聊了一下微信，然后我就在那里做了项目嘛，我就要进去做了啦，就把手机就放在沙发上，我就走了啦，然后他就自己找我了。这边沙发上坐了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小朋友，这个妈妈突然跳起来说叫了一声，叫了一声之后，然后我们看过来的时候呢，她这个火一下长得这么高，然后就一下长高了，然后我们就马上跑过来。